学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默默，看什么呢？我还不够你看吗？你疯了吧！白夜，怎么不接我电话呀？你说百叶学长会不会是吃醋了？啊！你那个时候和北泽的位置很容易让人误会，说是接吻都有人信呢。哪有这种事情？而且我对百叶学长，我还是回去一趟看看吧。那我就跟他们说你有事先回去了。嗯。你在家呀？怎么电话也不接呀？有关系吗？刚才我和北泽……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做什么是你的自由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……没什么好可是的，我也想了很久，大概是我很少接触女生，之前的种种，请忘了吧。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这样啊，那我先回房间了。啊，为什么我会想这么多呢？因为太在乎了吗？还是别的？占有欲吗？误会吗？啊，其实也没什么吧。怎么样也不像是在做什么。还是说，离开的我，其实就是想要得到更多关注。他回来时，那种满足感又是怎么回事？啊！神啊，我到底该怎么做？梦吗？就算是梦，为什么？我米西三又回来了。姓白的那个小子住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马上过来。啊，老爹，你回来了。不然呢？等着你被百家的人拐跑吗？啊，怎么可能？我就知道你妈把你放在家里没安什么好心。你们母女俩都是胳膊肘往外划了的人。哪有这种事？你到底在说什么呀？算你运气好，我待会儿就过去掐死那个姓白的小子。怎么，姓白的那老家伙都不过来吗？我这么没排场。不好意思，董事长在亲自为您准备餐点。哼，老东西。喂，老东西，我来看你了。先生这边请，董事长在里面等您。来了。你家可真大呀，没少贪赃枉法吧？也只有你能让我开心的笑一会儿了。欢迎回家。依依说的没错，20年了，我还是没放下。吃饭吧，我可是坐了很久呢，好不容易把你等来了。这么点东西能用多久？20年。都是家常菜，别的我也不会，别介意啊。你知道我女儿住在你儿子那里吗？知道，但是她已经离开百家了，我也没办法管她。我告诉你，别以为这样就没事了。如果你儿子做了什么不该做的，我腿都给他打折。别那么急，我对他还是挺了解的，他不是那种人。你们百家的人可难说哦。万一他俩两情相悦呢？你还要棒打鸳鸯吗？